明仕有185年的历史，那相对于很多热爱钟表的人来讲的话，我相信这都是一个不能够被忽视的品牌。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淀，再加上每一个时代的改变，它的设计在改变，但是唯一不能改变的是它一直推崇的那句话，叫做凝聚珍贵时刻。那对于我自己来讲，对于任何一些有灵魂的品牌总是保持着尊重。我这次非常的兴奋，明仕手表邀请我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因为我是非常希望我能够随时随地凝聚我那些珍贵的时刻，我孩子长大的时刻，如果有一天我在领取一个电影奖项的时刻，或者是现在这个时刻。所以明仕跟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有一种，我觉得一种很默契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也很希望我在代言了明仕这个我认为非常非常注重内涵的一个品牌之后，我可以推广给我的喜欢我的朋友们，让他们也了解明仕这个品牌。经典对于我来说需要时间来见证，那一个185年的品牌，我相信它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见证，它是一个经典。第二个是明仕它所推崇的那句 slogan， 我一再的重复，叫做凝聚珍贵时刻。这个 slogan 的一个精神让我认为这个品牌具有非常经典的内涵。那优雅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大家共同追求的一个方向。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很希望自己能优雅、自信、充满热情。当我开始了解明仕的时候，我认为它具有经典的、时尚的，还有就是跟所有朋友能够去交流的各种不同的线、不同的系列。那现在我手上戴的这一款，我认为是一个经典跟优雅的词的结合。我喜欢时间的沉淀，我喜欢有内在品牌的东西，我也喜欢大家朝着共同的要让每个人优雅的方向推动的品牌。所以优雅跟经典是我个人的追求，也是明仕的追求。我也相信未来拥有明仕的朋友，他们也会感受到经典跟优雅这两个词。